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啊，排位。本来想用大脚，然后刚才貂蝉又换成了这个夏侯惇，我一时情急，哎呀，点了一下就直接换成不知火舞，这个匹夫赵云的匹夫，引擎之星刚上，今天刚上的啊，根本不像赵云了嘛。有貂蝉，你干嘛又换了？对面有大乔，这个打团的话就不好打了。这被他的三技能老是沉默啊！啊，大乔来了，就是知道一来就给我来个沉默，有意思吗你？好尴尬。这三个小兵打完就升一级啊！我们家蓝没人打呀，李白你要不要过来打？那你快过来呀！李白你还不过来？不过来都被我打光了，操！什么鬼？他走了，打了这么久，什么都没得到啊！这么好啊，让给你，你要花育好一点对吧？打得好一点，让我躺赢，才不辜负我白送你一个蓝 buff 对吧？我们去上路支援去吧，上路打得好热闹。啊，大乔死了，大乔死了，我看赵云也快死了。鸭蛋。啊！要死了！这该死的诸葛亮要四级了。保护我，开始仇恨他。打得不上当。李白也死了，不是赵云死了。还花玉，好好花玉吧！我现在都没，又是经济垫底的了。赵云给我多好，然后这家伙用赵云很溜。哇，我上面三个，虞姬一个。宫本啊，你是我的呀。卡了，我去！这个时候给我说网络卡，就一格信号啊，什么鬼啊？怎么那么卡？哎，换个网络看一下能不能。还是卡。不行啊，你打完几把怎么一下子都这么卡了？这很尴尬，这么卡怎么打？
看他们都在上路啊，我在这边拆一个塔。先种一下，再种一个。过去了，过去，过去太危险。他们又找打。那边招大我才不过去，对吧？我直接拆你们中路塔，那你们过去吧。哎，这边危险。嘿，你诸葛亮，你干嘛？我好欺负是吧？没办法，救不了他们了。怎么死的？被小兵打死，这能够算我头上，他是不是很坑啊，很亏啊？哎呀，糟糕，打我头上。塔是被我们拆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现在人头数没他多，下路塔差的差不多，但上路塔我们也差不多，其实双方塔都差不多，好像是我们落后啊。赶紧来救赵云。又打了个222。我冲上去干嘛？不打他，太难打了。哎呀，我去！赵云，你不替我挡一下？戳他呀！这么好的机会，赵云居然跑了。哎呀！你个大下去捅他，要不就死了，还要抢个蓝 buff。 开始撤退，
行啊，这球傻不傻？他们真不有够傻的，赵云还不回去补血啊，这点血烂蛋什么？哎呀，错边了。太危险了，一群人在这里。我有人，你们还肯打我？打的就是你啊。我去打大乔，我就在远距离射就好了。我现在技能没有能量啊，冲进去肯定很容易死。哎，我表示看不懂。这姑们太贱了，竟然打我！哎呀，别打我！我操，就这么点血了，要死啊，要死！我就这么点血，我可不敢出去啊，一出去就死了。不死的话经济发育会快一些啊，死的话经济发育的太慢了。现在我经济排第一了，我放第一。哎，一炮射死了。大龙害死了多少人啊！一只大龙害死了两个，诸葛亮啊，爽啊！
又被我射死了。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还有一定的威胁。那他们惨不惨？被我打的又痛，是吧？我靠，一套就去半台血了。这是那个虞姬啊。太近了，我好像控制不来，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太远又打不到，对吧？马可居然敢从背后夹击我们！走了走了走了，没人了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谢谢。首要目标就是把大乔解决掉。走吧。MVP 有吧？对吧？超市 MVP。而且我翻赵云2.1分啊。还是 SNK 的都拿到 MVP 啊，那个对方拉克鲁鲁也是。